解保罗对加拉太教会咁强烈嘅责备嘅？唔通佢哋比哥林多教会更坏咩？保罗又话佢哋会再受难产之苦。到底圣灵嘅果子系九个定系一个咧？以西结呢本书唔系讲以西结嘅生平。犹太人认为神虽然会惩罚佢哋，但系神唔会容许佢自己嘅住处，就系耶路撒冷嘅圣殿有任何嘅损毁。但系神就藉以西结预告圣殿将会被毁。你信什么是一门基要真理课程，主要向初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全面介绍我们信仰的基本真理。约书亚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，它向上是承接摩西五经，特别是和申命记的关系很大，向下亦都开启预备去到明白士师记的故事。我会负责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和雅各书。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给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，彼得劝勉信徒要在一个艰难的世代中来到必须忍受苦难，为主继续持守真道。约伯在受苦里面，他仍然敬畏神，不畏惧朋友的责难，可以说他一路有神给他的智慧。还有在约伯记书里面，其实就是要探讨受苦的因由。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啊，到六月份我们又是时候计划一下下半年主日学我们选什么科目好呢？估到不经不觉，我们主日学改了网上课程，差不多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，不知道大家又适不适应呢？无论如何，因为现在的情况暂时都未稳定，所以下半年的主日学呢，我们暂时都是安排在网上见面。虽然可能会有少少的不方便，但绝对呢是不会阻止到我们对圣经追求的心智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在疫情之下，我们今天都可以同心敬拜，这个绝对是一个恩典。诗篇这样说，来啊，我们要俯伏敬拜，在做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，是他手中的羊，唯愿我们今天听他的话。在听神的话语之先，现在我们用诗歌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让我们同心合意，全心全意，将荣耀赞颂都归给独一的主。全世界知道，我主极美善尊贵。
荣光里圣洁无瑕。每当我们同心敬拜，凭热诚赞美颂扬，令世上各方惊叹，神恩惠奇异无间，同颂赞主。全世界知道我主极美善尊贵，荣光里圣洁无瑕。每当我们同心敬拜，凭热诚赞美颂扬，令世上各方惊叹，神恩惠奇异。感谢主耶稣愿意舍弃天上尊荣，道成肉身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。让我单单
如保罗被主选召作福音的使者，感恩我们亦都有份于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请大家一起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，你是全能、全知、满有公义和慈爱的神。我们多谢你无条件的爱，叫我们白白地得到救恩，有永生的盼望。感谢天父，我们你一刻有生命气息，有祷告的权利，可以平平安安地一起同心去敬拜你。你带领我们在疫情之下有一个简单和一个平静的生活，我们多谢你。我们要向你认罪，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求主再次怜悯和赦免我们的罪。求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叫我们远离罪恶，远离试探。现在全球仍然受到新冠肺炎的威胁，很多人每一日都是活在惶恐之中。求主的施恩怜悯这个世界，赐下疫苗扑灭肺炎，将这个危机变为契机，要福音广传。我知道你是愿意要万人都是得救的。求主赐下亮光，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特别艰难的时间，学习怎样去同你亲近，怎样去学习你的话语，怎样去关心我们的身边的人，怎样去实行你给我们的大使命。我们为了新一届和旧一届的执事献上感恩，求主亲自保守带领，叫他们好好服侍
教会。求主都看顾教会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，叫他们有合宜的医治，叫他们去学习每日都倚靠你，活在你的恩典当中。我们以上的感谢认罪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义求，阿们。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叫做他是我拣选的器皿，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九章一至二节。讲完是我们教会的神学生 Carissa Lee 姊妹，讲到是将会由国语讲出，但是会有中文的字幕。现在就请听我读出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一至二十二节。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一至二十二节，扫罗不断用威吓凶悍的口气向主的门徒说话，他去见大祭司，要求发信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在途中将到大马士革的时候，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，四面照射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他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：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起来，进城去，你应该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士革。他三天什么都看不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那时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阿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阿拿尼亚。他说：主啊，我在这里。主对他说：起来，往那叫直街的路去，在犹大的家里去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在祷告，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，起来为他按手，让他能再看得见。阿拿尼亚回答：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讲到这个人，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你的门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主对他说：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阿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：扫罗弟兄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，叫你能再看得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立刻好像有轮一般的东西掉下来，他就能再看得见。于是他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，体力就恢复了。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起住了些日子，立刻在各会堂里传扬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凡听见的人都很惊奇，说：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者名的，不就是这个人吗？他不是到这里来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去吗？但扫罗越发有能力，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给我机会来到粤语堂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在正道之前，让我们先一起祷告。
神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明白你的心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。经文中的扫罗就是我们熟悉的使徒保罗。从名字上看呢，他们是一个人。作为出生在罗马帝国城市中的犹太人，那扫罗呢，他从出生就有了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和一个罗马人的名字。就好像出生在澳洲的华裔，通常呢也都会有一个中文和英文两个名字。但是如果我们从生命上看，扫罗又不是保罗。扫罗是那个曾经追杀基督徒的迫害者，而保罗这个名字则出现在扫罗被安提阿教会差遣，开始在外邦人当中服侍的时候，他是为了基督信仰献上生命的捍卫者。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既叫扫罗又叫保罗的人呢？或者说，为什么在他的生命中会出现从扫罗到保罗的转变呢？经文的十五节要有这样一句话，主说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人类的语言是很奇妙的。我们在表述同样一句话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把重音，也就是我们要强调的部分，放在不同位置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会解读到不同的信息。就比如这一句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如果我说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重点呢就在于这个器皿，无论在别人看来怎样，它都是宝贵的，因为它是主亲自拣选的。如果我说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那我们所领会到的，可能就是啊，这个被拣选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作用，是用来被当作器皿使用的，对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，来看看这段经文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来看主拣选扫罗成为他的器皿。在第九章开始的两节经文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自认为正确，但实际上呢，却是执迷不悟的扫罗。之所以说他执迷不悟，是因为啊，在五旬节降临之后，门徒们得着圣灵的能力，开始放胆传讲神的道，即便被迫害啊，这个迫害随之而来，甚至斯提反殉道，但是福音并没有被阻隔，反而是随着四散的门徒在神迹奇事的伴随之下被迅速的传开了。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扫罗不仅仅没有醒悟，反而是不断用威吓凶悍的口气向主的门徒说话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去见大祭司，要求发信给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，只要找到信耶稣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可以由他捆绑之后押解回到耶路撒冷。那我们知道大马士革呢，是今天叙利亚的首都，距离耶路撒冷啊，大概有240多公里。扫罗走过去至少需要6天的时间。可能你会问，扫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动力，要如此的长途跋涉去抓人呢？因为啊，他认为他所坚持的是正确的。有两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。在《使徒行传》22章3节说，扫罗是犹太人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的侍奉神。不仅如此，在加拉太书的1章14节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比本国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了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
所以呀，他绝对不能允许有人妄称是神的儿子，或者是冒充神所要差来的那位弥赛亚。只可惜，他的信心和勇气用在了错误的地方。然而，复活的主却主动走向了这个与他为敌的扫罗，以他的大能反转了一个悖逆的生命。在扫罗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主在大光中向他显现。主问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这个我字啊，可以说是意味深长。主用了这个我来与他的跟随者来认同，也就是说，你迫害我的门徒，就等于在迫害我。其实啊，当扫罗在大光当中扑倒在地问主啊，你是谁？当他这么问的时候，他的犹太信仰其实已经让他意识到，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超自然的现象，而是神的显现。但是让他困惑的是，这位神如何能够与他所逼迫的那个耶稣画上等号呢？除非耶稣真的是神，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扫罗相信的那位神所差来、所应许的弥赛亚。当主回答他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随着这个庄严的宣告，真相大白了。接下来发生的我们都知道了，扫罗看不见了，是主耶稣让扫罗变瞎了。主借着扫罗在肉眼上的瞎，让他真正的在属灵上能够看见。事实呢，也的确如此。在主的显现中啊，扫罗被改变了，他把他的手，也就是他走路的方向，交给了主为他预备的领路人。在三天当中，他不吃不喝，禁食祷告。他在神的面前痛悔，他求神的宽恕，也求神来带领他未来的道路。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这一段经历，不仅呢是他悔改认信，同时也是他蒙召成为向外邦宣教的使徒。在第六节，主说，起来，进城去，你应该做的事，必有人会告诉你。这个应该做的事，在后面的15节有了清楚的交代，就是要在外邦人、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来宣扬主的名。在主向扫罗发出这个呼召的同时呢，主也做了另外一件事，就是他医治扫罗。我们知道，扫罗有几天的时间是完全的在黑暗里，他看不见周围他原来能够看见的一切，但是他却看见了他原来看不见的主。当他属灵的眼睛被神打开之后，肉体的眼睛也随之被神医治，看见光明。这个重新看到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了。不过，神的医治却不仅仅如此。神还给了扫罗更宝贵的医治，那就是他肯定扫罗的价值和他的身份。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扫罗当时的状态。他的眼睛看不见，固然会给他带来很大的不方便。但是，真正让他痛心难过的，可能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眼睛瞎了，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，他就是一个属灵的瞎子，他看不见耶稣就是神。只要一想到
他曾经怎样迫害主的门徒，甚至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，他就是站在旁边的那个帮凶。他心里该是多大的懊悔啊！现在呢，主竟然亲自的向他显现，甚至还要使用他，他会不会觉得不配，又觉得没有信心站在人们的面前呢？在我自己蒙召的经历当中啊，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受。我是在2016年啊，也就是信主刚刚两年多的时候清楚蒙召。在过去的几年中啊，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，你为什么去读神学啊？你确定是神给你的呼召吗？其实啊，我特别的理解大家的啊疑惑，因为我既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家庭，那信主的时间呢也的确不长，也曾经是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。那么我决定要全职服侍的信心和勇气从何而来呢？我们先继续的看经文，这里啊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，叫做亚拿尼亚。亚拿尼亚是谁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22章12节，对他有更清楚的描述。那些经文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虔诚人，并且啊被一切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称赞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个虔诚人，在听到主在异象中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也不免有些疑惑了。这个扫罗，不仅在耶路撒冷苦害你的门徒，而且如今他到这里不也是为了要抓你的门徒吗？这个人真的能改变吗？主啊，你确定要我去吗？那么主对他说什么呢？主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这不仅是主对扫罗的肯定，更是他对自己拣选的肯定。其实啊，这也是主曾经给我的肯定。曾经有人问过我，读神学这几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？我说，我更认识了神，我也更认识了我自己。认识神，是认识到他无限的恩典。认识自己呢，是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不配。然而这个满有恩典的神，就是要使用这个不配的我，让我丝毫没有什么可以自夸，让我无时无刻都要谦卑在他的面前来支取力量。他呼召我，不是因为我可以，而是因为他可以。我的勇气和信心就在他的拣选里。弟兄姊妹们，在你们的生命中，你有这样来自于主的肯定吗？我相信你也是主所拣选的器皿。你还记得主是怎样走向你，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你说话？当然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复活的主以这样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，但是每一个被主改变的生命一定都曾经经历过那一道恩典之光。那束光可能是在苦难当中你走投无路，不得不低下头来承认自己软弱的那一个时刻，可能就是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美好生命而给你带来的感动，也可能就是在某个地方你听到或者看到的一句神的话语，不是吗？我们都曾经是被罪捆绑而遍体鳞伤的生命，是神把我们从孤独、恐惧、绝望当中拯救出来，进入到充满平安喜乐的真正的自由当中。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神的医治。那么呼召呢？你知道神给你的呼召吗？对很多的基督徒而言，
呼召这个词啊，好像只属于传道人、宣教士，或者是那些为了信仰而做出了一些特别牺牲的人。但是事实上，有一种呼召属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被神拯救，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的时候，我们就被呼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来服侍神，来传扬他的福音，为他做见证。无论你在哪里，在教会还是在社区，在家里还是在职场，只要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岗位，并且你也在这个岗位上为主而做，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你就是在领受和回应神对你的呼召。不要问我可以吗，你只要告诉你自己，你是主所拣选的器皿。作为被神呼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属于他的一个群体，我们都听到过分别为圣这四个字。那么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说呀，就是我们被分别出来属于神，我们被神来使用。器皿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器皿就是一种装东西的容器，它的形状大小可能都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却都可以拿来被使用。主拣选我们，也是要让我们成为器皿，不仅仅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承载他的恩典，也同时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传递他的福音、他的祝福的管道，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的工作。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回转，是神透过我们这些器皿来完成他的工作。那我们这些器皿可以怎样的被神使用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活出新的生命。当扫罗他悔改信主之后啊，犹太人在他身上看到了巨大的改变。在21节，当扫罗在各个会堂里面传扬耶稣的时候，凡听见的人都很惊奇，说在耶路撒冷残害囚靠这名的不就是这个人吗？他不是到这儿来要捆绑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带到祭司长那儿去吗？是啊，犹太人怎能不惊讶呢？他们一定很想知道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眼前的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改变。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之后，都会有生命上的改变，不再像原来一样。我们的改变会给我们身边的未信者带来很大的影响。我呢，就是一个在家族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。信主不久啊，我就开始给家人传福音，但是那个时候到处碰壁。没想到，父亲竟然在今年的1月份悔改信耶稣了。神使用我把父亲带到他面前的方式，并不是我给父亲讲了多少的大道理，仅仅就是因为我在生活上的一些变化和我对这份信仰的坚持。从前的我呢，在时装表演和编导行业工作了10多年，那出国之后啊，在信主之前的10年里也一直在追求名利地位。当父亲看到我在信主之后，慢慢改变了价值观，放弃了那些曾经给我带来安全感和成就感的追求之后呢，反而是更加充满了盼望和平安。并且啊，当他们因为不信主而给我很大压力的时候，我还是坚持要去服侍神，我还是要坚持去读神学。以至于他终于开始认真的思想，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神呢？如果没有，那么他看到的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变化该怎么解释呢？
这也让他开始回想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经历。终于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，通过了一个被神慢慢改变的生命，他看到了神的恩典。我也成为了在父亲信主这个过程当中神所使用的器皿之一。生命的改变是每一个基督徒真实而必然的经历。我们知道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但同时我们也有完全的责任，那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掌管。顺服圣灵的掌管其中一个体现就在于要顺服神的呼召。顺服一定是要伴随着行动的。前面我们提起过亚拿尼亚，当主在异象中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说：主，我在这里。可见他随时预备着听主的声音，来被主差遣。虽然当他听到要被按手医治的是扫罗之后啊，他有些犹豫，但是当主对他说：你只管去的时候，他就凭着对主的信心顺服地去了，并且他放下了自己的偏见，称呼扫罗为弟兄，以至于主使用亚拿尼亚，让扫罗能够重新的看见，被圣灵充满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在我们顺服神的过程当中啊，也一样会有犹豫，甚至是挣扎。当我决定辞掉工作，全职读书的时候，我知道那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几年会没有收入。虽然当时丈夫一个人的工作啊，基本可以供应我们两个人的需要，但是如果国内的家人当他们有一些经济上的需要，需要我帮助的时候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会犹豫。再说已经离开学校20多年了，以我仅仅信主才2年的经历，能够完成这个让很多信主很久的基督徒都望而却步的神学学习吗？并且当时所有的家人都还处于非常反对我信耶稣的这个阶段，那种很紧张的关系啊，有时候让我真的是精疲力尽。的确，如果定睛在我周围的环境，那就是寸步难行。但是当我抬头仰望主，我看到他的恩典的时候，我就被提醒，我是他要所使用的器皿。只要我们记得，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，都是他要使用的宝贵器皿，用来完成他美好的旨意，那我们就可能会少一些恐惧和挣扎，多一些信心和勇气，去顺服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不同的呼召。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，我们每一天就要为了主而活，那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，不是吗？再来看扫罗，他跟大马士革的门徒住了一段日子以后呢，立刻就在会堂里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。20节当中的这个立刻，让我们看到扫罗没有等待，而是马上随即投入到神给他的这个呼召当中，就是要在外邦人、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，并且一生他都在回应这个呼召，以至于神借着他的服事将福音传到外邦，建立教会，完成他的旨意。虽然扫罗他没有犹豫，但他却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。就像在16节啊，主曾说：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这也正是扫罗日后生活的写照。再后来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呢，他提到自己的经历，受劳苦，受困苦，忍受饥饿穷困，这个困乏，赤身露体，忍受寒冷，不仅如此，还要下监牢，被鞭打，甚至要献上自己的生命。顺服呼召
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主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式，做他想要我们做的事情，要放弃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生活。为什么保罗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呢？因为他曾经经历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，他知道他的新生命是神给的，他为神而活是理所应当的，也是荣耀无比的。就像他自己所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对我们而言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在大马士革的道路上，主耶稣寻找扫罗，并且彻底改变了这个名叫扫罗的人。主也曾经用各样的方式寻找我们，医治我们，塑造我们，呼召我们，成为他的器皿。无论我们信主时间多长，无论我们圣经知识够不够多，也无论我们是不是有经验，当我们愿意相信主，跟随主，信靠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出他的能力。在22节我们看到，面对质疑、反对甚至是迫害，扫罗越发有能力。他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就是基督。显然他依靠的不是他自己，而是那位爱他、拣选他、使用他的主。同样，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充满从神而来的能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的爱吗？当主说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今天的这个他不只是扫罗，还有你，有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虽然是罪人，但是因着你的恩典、你的爱，你走向我们，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你是救赎我们的主，是拣选我们的主，也是那位呼召我们要使用我们的主。主，谢谢你在我们过往的生命中，你医治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你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就用今天我们被你医治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主，你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你自己的香气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被你所改变而带来的能力，让我们成为你拣选的器皿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如今可给世界
起，同心協傾出我。無窮大愛於千剎那，多廣闊就如海，難承載，難測透，不可理解。完全是你與我共行，將心牽活離開，來活過願意不生，傾出愛。基督心印激發我，今一生得釋放，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。基督心印光照我，心炽熱再蔓延，你我一起同心協傾出愛。生得释放，如今可给世界献祝福。基督心印光照我，心炽热再蔓延，你我一起同心协倾出爱。对加拉太教会咁强烈嘅责备嘅，唔通佢哋比哥林多教会更坏咩？保罗又话佢哋会再受难产之苦。到底圣灵嘅果子系九个定系一个咧？以西结呢本书唔系讲以西结嘅生平。犹太人认为神虽然会惩罚佢哋，但系神唔会容许去自己嘅住处，就系耶路撒冷嘅圣殿有任何嘅损毁。但是神就藉以西结预告圣殿将会被毁。你信什么是一门基要真理课程，主要向初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全面介绍我们信仰的基本真理。约书亚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，它向上是承接摩西五经，特别是跟生命记的关系很大，向下也都开启预备去到明白士师记的故事。我会负责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和雅各书。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给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，彼得劝勉信徒要在一个艰难的世代中，你都必须忍受苦难，为主继续持守真道。约伯在受苦里面，他仍然敬畏神，不畏惧朋友的责难，可以说他一路有神给他的智慧。还有在约伯记书里面，其实就是要探讨受苦的因由。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啊，到六月份我们又是时候计划一下下半年主日学我们选什么科目的呢？共同不经不觉，我们主日学改了网上课程，差不多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，不知道大家又适不适应呢？无论如何，因为现在的情况暂时都未稳定，所以下半年的主日学我们暂时都是安排了在网上见面。虽然可能会有少少的不方便，但绝对是不会阻止到我们对圣经追求的心智的。
ND 的弟兄姊妹和各位朋友，主内平安。在我们做差遣祈祷之先，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们北雪教会的网站更新了，是有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所以请弟兄姊妹浏览一下我们教会的网站，介绍多些朋友去认识我们教会，和透过我们网站认识我们教会。好，我们一起接受差遣祈祷。愿爱你的天父，多谢你给我们今天去领受你的道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所领受你的道，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岗位里面，我们可以去实践，我们可以到遵行你的旨意，讨你的喜悦。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 Amen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嘅崇拜结束，请我哋一齐默祷。